周后，从小路出云河，走临县上高速，直接到盛江。你的意思是让王某走多远？你现在出境去瓦林寨的瓦家旅馆，古德会在那里等你。现在有什么急事吗？报告，吴振峰乘坐张辉的车到达国门。陈宇的车跟在后面。什么？林军，我判断车上藏有毒品。上车。